这安全系数高不高？这样开啊？这样行，这样行的。安全带、座椅都可以。咋这样子了？开就要这样着？能开，咱还不能开了。三弟啊，大师，是是是，这两天要出车，嗯。就报一级走推动去了，不用开车啊。开车也不拿油开，我发现你哟。那油二呢？三十油二呢？我俩够着。我估计啊，阿乐不咋没说没弄。你跟阿乐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，我猜的是没锁门。哎呀，我车锁怎么没有呢？这怎么开的？这怎么开的？我车锁这怎么开这样的？我操！打电话问问，打电话问问阿乐的，车锁怎么没有？哇！哎，哎，你呀、啊，现在哪里啊？我在路上呢。俺家那个，我准备开大车去把大车试试啊，准备出车。我一开车，俺家这个车座都没有了。这小车这家是车座。车座没有了。还是的，车座都没有呢。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路上，马上到家了。那你快，你来来来。来，看看。行，我马上到家，我看一下。行，快，我待会等你。你看看。你看这个，这怎么开啊？哎呀，我彻底得服了。这是个弄啊？肯定苏伟叫你弄弄，是个弄弄。我看你天天半天奥迪的开的不有好事吗？俺大爷叫我开的嘛。打电话问，看怎么？我这怎么开啊？这怎么去？我让你把大车试试，过两天，过明天后天啊出车了。肯定是的，能来我打电话问。打电话问。苏北江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你要啊？你又卸我轮胎，又卸我方向盘，现在又把我座椅卸走了，你叫我怎么开？我不找你找的，这不是你弄的吗？啊，100%是你弄的，我告诉你，苏北小丁。那你把我奥迪车开走了，你没想想后果了？俺大姐叫我开的。我跟你说了，不要后悔，啊，行了，就这样，挂了。啊，你现在赶紧把送来。送不了。行，你给我等。挂了。那我这个怎么这个？我怎么？我给你试的大车怎么去啊？你这样吧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在这等我一下，等你，你能什么？怎么开这个？好吧，你反正怎么好？你先坐一下嘛，用这个坐一下，不然也不好开。这怎么坐好？能坐呢，这不比没有坐的强啊！是的，你先上去坐一下，这样的啊，行不行？啊，这样，这没有安全带，这怎么开啊？这我没有。安全带，来，这样的啊？对，医保不行吗？还差一点，好像还差点安全系，你等我一下。我记后备箱好像还有一个头盔。哇，这来，这样的，这样安全系数高不高？这样开啊？这样行的。安全带、座椅都可以。咋这样子了？开就这样着？能开，咱还不能开了？这人家在你手法，你这什么安全带？这安全带这是？你拿的在你手法，八百这样也不能开着？这什么这叫？那这样吧，这样我去俺大姐家吧。我去俺大姐家，我开。你进屋看一下，上你家把座椅拖来。啊。行，我去了吧。你去，大家等我。大家等你。好，激活了。